去去奔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去去奔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去去奔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去去奔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去去奔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去去奔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这就是四个分支处理器所在的位置了。只要关闭它们，就能削弱脑波强化器的力量。嗯，一定要同时关闭才行，否则基地会封锁并释放毒气。毒气？为了提防我们，你还真是费了不少功夫啊。还不是因为你们太能耗了。你这是在夸我吗？哪儿去？这个，你不是害怕了吧？快放开我！你怎么可能嘛？我这不是先行动吗？没想到一向胆小怕事的你也有勇敢的时候啊！既然这样，那就挑个人跟你一起吧。还是先让其他人挑吧，尊老爱幼嘛。等等，哪个基地最近啊？南边。那我去南边基地。不，等等，哪个基地最不危险呢？西边。那我去西边。不，那个基地既不危险又离得近呢。最看不惯你磨磨唧唧的样子，干脆点。不如抽签决定。这个提议好，我去准备。还是让猪猪侠去准备，你就乖乖待着吧。搞定。现在开始分配任务，胡峰峰和小呆呆北边基地，菲菲与牛火火南边基地，朱珊珊和波比西边基地，超人强和杨林林东边基地。各位准备出发吧。那你们三个呢？当然是深入乌八星总部，静候你们的消息了，速战速决。没想到这几个家伙这么麻烦。别抱怨了，我们也赶紧出发吧。通行证，随便试试看看吧。嘀咕嘀咕，无法操作，请先通过解锁关卡。解锁关卡？什么东西？能炸掉吗？别冲动，先等等。我和杨林林已经进入基地了，但是要关掉分支处理器，还需要解锁关卡。你们那边什么情况？我们也遇到了，不通过解锁关卡，没办法关闭分支处理器。那我们还等什么？老大，赶快开始吧。吉姑，请根据图案摆出切合图案的姿势。开始吧。叽咕叽咕，叽咕叽咕叽咕，叽咕叽咕。请保持现在的姿势回答问题。请问
火药的成分是什么？我知道，是硫磺、硝石和木炭。嗯，请通过镭射线区域，到达入口旁按下按钮，关掉镭射线。博士，你有什么办法通过吗？当然了，不过你得配合我，你去关射线，我来保护你。可是我……哎呀，别磨磨蹭蹭的了，哎，快去快去。请在规定的倒数计时内达到500只地鼠。大地鼠？哈哈哈哈，这可难不倒我。地鼠脚踩吗？哼，有了。请摆出相应的姿势，依次通过这道墙。耶！告诉我，到底有完没完？最后一道题。最后一题，看我的！请保持现在姿势回答问题。直立哑铃弯举所锻炼的是哪一个部位的肌肉？二头肌。正确。叽咕叽咕。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。竟然通过了。快快关掉激光。我按不到按钮。哎呀，小呆呆刚才很顺利的就走过了激光线区域，那可能那些激光线是会主动躲开人的，这样的话，嘿嘿嘿嘿嘿，哇哦！嘿嘿嘿嘿，哇！啊啊！哦啊！哦！哎呦！呜！啊！哎呀！啊！激光系统已关闭，激光系统已关闭。又睡着了。时间不多了，得快一点。497，498，499，500。
结束了。解锁关卡已经通过，现在可以在平台上对分支处理器进行操作。糟糕。这里交给我和火焰鹤，我说快去停下处理器。好。坚持住啊。耶，赢啦。博士到底好了没？快了快了，再坚持一下。可恶，还有我。博士，快点，冰封路快撑不住了。来，快了，快了。冰封路。好了。发生什么了？他们成功了，那四个家伙成功停掉了分支处理器。那我们还等什么？赶快冲进总部吧。好嘞。最高防备，有敌军入侵。最高防备，有敌军入侵。授权启动超能钢齿虎，授权启动超能钢齿虎。超级棒棒糖，披着彩虹的光芒，关键时候帮我忙，给我勇气和力量。超级棒棒糖，它有神奇的力量，偶尔失灵没有超级棒棒糖，还有友情来帮忙，让我学会努力和坚强，给我神奇的力量。如果没有超级棒棒糖，还有爱的正能量，让我学会自信和飞翔，追寻最初的梦想。超级棒棒糖，披着彩虹的光芒，关键时候